是你，这里的咖啡不错，看来我们的品味相似。有点事要处理，下次有机会再聊。
又见面了，保镖小姐，希望下次我来这里找灵感时还能遇见你。禁猎区里的情况复杂，先遣组需要2组队一起行动。本次任务的重点是逐一检查和资料回传，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恋战。搭档已汇合，正在进入一区搜索。已进入三区，随时汇报。四区怎么样？这么久了也没人来，讯号也越来越差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先进去再说。怎么走？周围看起来都差不多。是流浪艇。跟他硬碰硬，一定会死得很惨。谁？是我们见过的。当时在那个基地里，
我们一起脱困后，你不是还要我？你不是还要我帮你保密吗？幸好只是扭伤，谢谢你的药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我也没想到你自己一个人还敢来这里。不是敢，是不得不。我的搭档失联了。这里异能量混乱，容易迷路，你又扭伤了脚，最好还是离开。那你呢？你就不担心迷路吗？哦，不对，你迷路时可以刷的一闪就走。这片森林真正诡异的地方，其实并不是混乱的异能量。曾经有很多黑猎来这里非法捕猎，为了寻求高阶星核去换钱，但最后星核到手了，他们却没能走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森林是活的，他们被吃掉了。好吧，有点吓人。那你不害怕吗？怕，所以你还是走为上策。好了，这里离边界不远，你应该能出得去。我走了，那你呢？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先照顾好自己吧。你怎么？这附近流浪体活动频繁，我清理了一些。你离开时，应该不会有危险了。不客气。我想了想，把受伤的搭档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好像不太好。天色太黑，你看错了。讯号受阻，无法检索资讯，身份认证失败。猎人制服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？当年裂空灾变中第一个被消灭的流浪体叫做静灵，发生在
是想问你，有印象吗？那也许你很快就会看到了。留意周围的废墟，这个图案可能会出现在引力锚上，那是一种捕捉异能量的装置，也是禁猎区里波动的来源。找到它，这一次的任务就完成了。现在能确认我的身份了吗？那就忘记这些，当我只是一名路过的猎人好了。说了你就会信吗？就算是编的，你也听不出来吧？说不定还会让我更可疑。没有固定的大小，不注意的话可能会被当成岩石雕塑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脚踝的扭伤好一点了吗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每次我被困住时，你都刚好在场？发现了，抱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起来温和无害，打起来还真可怕。可怕？是在夸奖你的遗忘。哎，沈清辉，你上次要我隐瞒你的行踪，还说下次见面会解释原因。那现在，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？说来话长。敷衍。没关系，反正是同一组的，以后总有机会弄清楚。哦，不对。你目前还只是一名路过的普通猎人。你的防备心一直都这么重吗？你不是也没完全对我说实话吗？不过我想了想，既然都共患难了好几次，那不论你有什么秘密，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互相信任，一起合作。前面的波动有点不对劲，做好准备。
这里以前好像是个讯号站。小心那个流浪体。还没成型。异能量都在往他身上汇聚，的确像被捕捉过来的。是咒龙，流浪体里威胁等级最高的那一类。这些被捕捉的异能量粒子正在转化成它的养分。这就是你说的引力锚吧？的确像什么石碑雕塑。锁住了，要用特定的引爆才打得开。你来试试。我的以望，这东西还可以打开，甚至感应它的能量，用你的以望模拟相似的波动。彻底消散了，我们来的还算及时。异能量波动只是表象，看来是有人想让咒龙复活。这种级别的流浪体一旦进入领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这片森林里的引力锚说不定不止这个。磁场已变了，这片森林正在苏醒。这次会得到我想要的吗？住手！来了，轮到我了，要有光。来，小心！小心回！小心别。住手！来了！可恶，只是不小心。看看他的路数。轮到我了，小心回。收到。继续，保持这样的节奏。住手！来了！要有光。来了，小心，离他远一点。要认真起来了，一起上。不会输给你的，别想逃。轮到我，住手！来了，敌人松懈了，趁现在，给他致命一击。简直完美。会注意的。
抓紧。这里安全了。谢谢。流浪体都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应该是这个星河。怎么了？检查一下。这被改造过，像是出自暗点的手笔。暗点，一个盘踞在 N109 区的组织，改造星河只是他们最不起眼的勾当，可以交给协会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你不一起回去吗？月亮出来了，这里的路会好走很多，这次应该不会再迷路了。是你，只是受人之托，一个小患者说想要这个娃娃，路过正好看到，就帮他一个忙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还不一定抓得到。
打了七八通电话给你都打不通，是不是睡过头了？小姐，等不了你了，我接了别的客人，不好意思了。小姐，动作快一点，这是今天最后一班去滑雪场的接驳车了。是你？确实很巧。十分之一的几率，今年总共才开了十座滑雪场。口袋这么鼓，你该不会带着枪吧？从山顶滚到山脚的那种。你的绵羊毛线帽告诉我的。雪靴的绑法错了，你确定不找个教练带你吗？懂得保护动物，教练还挺有人性。网络上教学影片很多，多看多练，说不定比请教练学得更快。不敢当。还是相信比较好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比如，我的私人问诊时间很宝贵。美食诱惑对我无效。刹车的时候不能只想着脚步的动作，重心也要配合调整。来吧，先拉着我站起来。你确定？别太勉强，小心受伤。还要再试一次吗？你站不起来是因为……啊？你追流浪体的勇气去哪了？看着前方，想象一下，前面有个流浪体。真是得意忘形的经典案例。一般般吧。
你刚刚喊的倒是很响亮，是在给自己鼓励？不以为耻，既然已经能站起来了，这次试试看自己推坡推到底。饿了，准备先去品尝随我吃喝大礼包。我和你的小羊羔在下面等你。符合。我一向对人不对事，这家店在当地很有名，菜色应该不错。被针对了还这么开心，可见你也一样，对人不对事。你手怎么了？不痛吗？你倒是很……一个人来滑雪，自己找教练，手都摔淤青了，也一副无所谓的模样，不知道该说你是坚强还是傻。确实傻。野心这么大，就多吃两口。最高的那座山，光是坐缆车上去都要一小时，不要走到半路又喊饿。冰敷一下。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坚强就是逞强。这只是医生对病患的基本要求。何况有我在，下午不会让你摔倒。